迎收看《命好好玩》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杜林，然后我是郭敬诚。来，我们在这边跟大家预告下周的好运运势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关心8月29号到9月4号的运势喽，可以做笔记啊。嘿，来，今天来我们几位好运大来宾哈，来，首先第一位介绍我们的蔡小虎。大家好。伯乐哦，真的，他有带新人哦，他真的是有老人都会提膝后进的，你下面人一个老人啊，哎呦，你跟我比了好不好？你是永远的小虎呢，是哦，小虎咖啡，嘿啦，嘿，来，欢迎他带的几位师弟师妹，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林良花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良花，嘿，接下来欢迎许志豪，大家好，许志豪，来欢迎我们丽老师，首先欢迎薇薇老师。接下来欢迎我们黄有福老师，哎，接下来欢迎我们吴美玲老师，哇，你真是美女呢，哎呦，好，你，喂，好了，今天其实是前辈又带了两位新进，而且这很厉害的，一起出片，对，那你因为你常出片，那你要先介绍新人，我哪里有常出片，你还不常出片啊，我一年多了呢。没有吧？你每年好像都来宣传的，你总共都嘛出了几张唱片？我顶届来是蛤蟆听啊，什么听啊都会来。啊，你有盖合唱嘛？是算有出片？无啦，是一出片，就我出片。一百岁无分，你所以无算的对。哇，不可拖老啊！就拢老虎，你也零星拢总出了几张片？21张。哇，那是可以不多呢，因为我18年出21张不多呢，因为我再精不再多，算有质感的就对了。对，哦，你爱听这股对不？对哦，当然咯。喂，来介绍一下新人呐。啊，金主姐，是，这个送给你。我想这条歌，这条歌，谢谢。这两张唱片即将面临着不同的命运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新人，他们即将起飞，即将受到大家的爱戴。这个即将陨落，这一张即将是最后一张。国际唱片的最后一张。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呢？都在他自己的掌握之下。不过他有在暗示他的老板董刚姐。我们老板都是伊家己写的，好几个头家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希望你吼会记的，伊要爱条件，你就紧签互伊。我无条件啦。哎呦，他一直有表态啦，就是说用真心爱一个人呢，就爱公司啦，吼，爱你一个人啦，哦，爱是等姑姑等等啦。啊，不过条条心内嘛是会落雨的啦。哦，啊个忘掉三支。哦，想归去来放手啦。哦，你是有这個意思的对。哦，天无你讲啥？我跟你讲，有重感情，该用真心来结啦。是啦，是啊，系啦，啊，无安尼归去，咱先互小虎哥先笑啦，哈。伊伫强调，我刚刚唱两条。重感情是你家己笑的，无第二条，我来收钱哦。好，一条是免费互你笑哦。不能啦，大家都是唱一条啦，除非你们有得奖。你最近有得奖？没有啊，你们是 only 有得奖可以唱。我的师弟有得奖。哦，那你不行，你只能唱半首。更狠，到了啦！来了，快点，来一杯。OK。哎呦！寒冷的风有云作伴，风中的我，谁人来陪我？谁人来陪我？好，给你来听。痴情的我，寂寞孤单。心爱的你，不通讲别人是对你安怎，这款的话刺激着我。心爱的你，不通用爱别人方式爱我。我这重，
用真心爱一个人，怎会爱到这戆这呢茫？头家，好好听，老师说，好听哦，真的很好听。那可以听第二首吗？就搞阿威呢，你是不是就留给新人的啦？好不好？唱两句就好。好了，哪一首？重感情。好了，你想，你很想唱。内底拢有这份新生的感情啦，啊，阮都无，阮都无请你唱，你家己要唱，无你徛较头前咧，好唱，来，你唱。重感情的爱一世人，重感情的人不愿放，山崩地裂嘛爱到老。重感情的爱一世人，重感情的人不愿放，酸风西东嘛不愿放。哦吼吼，哦吼吼，哦完了，好，再给你了。谢谢啦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不要剪掉哦。不会剪掉了啊！你知道蔡小虎哈，我们开放你这个跟老板喊话的时段，你们老板如果有听到你这张顺顺利利的话，你都爱掐烂假崩哈。没有，我还是喜欢。我熊猫烈 N 钱，我还是喜欢好记的。三金来嘿，还是喜欢好记的。有从歌词都有听到没？是啦，人在一起久了总有感情的嘛。对啊，十年了哎。是啊。哇，不得了了！这经过了七年之痒，后面又过了三年，哈，大家还是有磨合期。我想我会就可能会就死在好记了。啊！哇，哎呦，怎么讲啊？那表态表这么明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即将期待蔡小虎这是最后的一张，还是重生的一张呢？就看他最近跟老板之间要如何的协调，但是各自有立场坚持，几个赢了。卖过不要追了。姐龙千玉龙姐，你把配单功能顾啊维对吧？很好，真的是非常好，跟公司还是很好。嘿，好来啦，今天哦，这个师弟师妹来哈，要推荐的是自己的新专辑，是对对对对，非常非常好。哎，这两个哈非泛泛之辈哦。怎么讲？他们是从歌唱比赛出来，很超优秀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他是那个友台八大歌唱比赛第一届哈的亚军。梁欢呀，梁欢很会唱，是。然后我很欣赏他，然后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敢看镜头，现在好很多了。对，我现在敢看，会害羞啊。对，会害羞。然后志豪呢？志豪是跟我们老板的儿子很像，是怎样？吴清文啊，他跟吴清文长得很像，然后很像也可以签进你们公司。没有，我小虎哥，不要误会，我是因为长得像才签进来。对啊，我就一直告诉我老板跟吴清文，就跟他讲说。哎，有一个是歌唱比赛跟你很像，然后他就去看了，他就把他牵进来了。哦，哎，你很会介绍新人就对了啦。哎，不讲到两位实力派，哎，你们公司还都唱得很好呢，都没有偶像型的，全部都是实力型的哦。我是偶像型的。几拍到。这么多年的感情哈，我看你是要用到完哈。真的，哎呦，我两位也会说哦，两位的共同偶像都是小虎哥，对对对，像我自己就是因为看到小虎哥以前在五等奖比赛的时候，就开启我想要去参加歌唱比赛的一个想法。对，哎，还有一点，他是英文老师嘞，哎呦。等一下会来介绍，等一下会来介绍。真的啊，他是教英文的。所以豪记准备要出英文专辑了。也是可以的啊，我想是也可以的。对啊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我要出几句耶？你别出李毅，啊，你有被理亏啊？你没脑子不能追啦。啊，啊，你不能经济也不好，谁要买？对不？嘿，我两位唱一下你们的新歌好了。今生的所爱，怎会来造成对你的伤害？无奈，只有离开，请你谅解。遥远的所在，犹原对你真心的关怀。感情的世界，千言万语藏在心内。今夜，绵绵的雨中，
一声爱你藏在心中，心爱的人，请你爱保重。